娱乐圈里有不少女明星的眼睛迷人有神采，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往往能够给外貌加分无数。她们完美诠释了什么叫明眸善睐，双瞳浅水。今天小编就带你来看一看娱乐圈的这些卧蚕美女，一双卧蚕电眼显得亲切又温婉。范冰冰的一双大眼睛仿佛会说话似的，眼睛下方的一对卧蚕更是增添了不少温婉可人的味道。范冰冰第一次被人们熟知还是来源于《还珠格格》里的金锁一角。八年过去了，如今的范冰冰早就从丫鬟金锁变成了那个自称我就是豪门的霸气范爷。高圆圆也是圈里出了名的大眼美女，一双卧蚕显得整个人清新又温婉。少女时期的旧照虽然显得青涩稚嫩，但却掩盖不了的是水灵灵的美人的世事。如今的高圆圆更添一份成熟的女人味，被公认为国民女神。杨幂一双眼睛清澈又充满灵气，眼下的一对卧蚕显得整个人妩媚柔美。小时候的杨幂一双有神的大眼睛就已经出露端倪，除了拥有一双电眼，现实生活中的秘密衣品也是越来越高，满满都是套路，一言不合就露美腿，简直拉仇恨。正常的卧蚕并不明显，却也天色不少，符合整个人小巧精致的外貌。热搜体质的郑爽最近也是红到不行，尤其是当张翰和娜扎分手之后，无辜的郑爽又一次躺上热搜。林允儿也是娱乐圈出了名的卧蚕美女，如同小鹿般清澈的眼睛，清纯十足，走起成熟路线也是相当惊艳。武神赵子龙让很多中国观众认识了清新美貌的允儿，超六的中文水平也是感受到了允儿的满满诚意。